包装的问题。它本来外面就有一个包装，对。那可是那个范围要很大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不然的话，推车也会动。还要往上哦，很认真。扎实呢，它就推的越远，就是重量。原则就是说，应该是它的那个射程应该是要比一般人丢要多一倍，不然就没有那个效果。对。这个其实，哇，这个其实，再拉长，反正都应该是要比能够，你要往上，肯定要比人丢的还要再，哎呀。啊那可能再试试看，我是蛮喜欢的，这个舞台动作他妈的很好笑，对，打仗。不是，对，对对对对，只是说 Angry Bird， 只是说那个，说我们需要最好是要用口，我觉得不行，反正是竖条或下，或者是说铁的，直接铁管把它焊，然后焊它，对，焊上粗的铁管，然后到时候是那个小胖跟那个跟蟒蛇两个抓在那里，对。觉得嘞？觉得如何？那我们测试，下次测试的话就是它的那个，它只要比一般的能够丢的多一倍，觉得就那什么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I'm not going to do that.